发菜温水泡开，去除杂质。五花肉切成筷子头粗细的丝，冬笋丝要切得细一些，保持它的脆嫩的口感。葱姜切丝爆锅炒肉丝，炒至八成熟呈白色时，放入笋丝，继续煸炒一分钟，保持成菜的口感和色泽。加入高汤、酱油调味，烧开后盛入碗中，放入发菜，四周浇上汤汁，小火慢蒸，使之相互入味，肉有血香，血有肉味。半小时后盛出，将菜品盛入盘中央，使之保持圆形。控出原汤，放入锅中，再加入高汤，高汤为原汤的三至五倍，放入盐、白糖二次调味，烧开后撇进浮沫，分两三次加入湿淀粉勾芡，火不能太大，这样才能保持汤汁的稠薄均匀。搅拌至流水芡，淋入香麻油，将调好的汤汁均匀浇至四周就可以了。这道菜是采用欧底的烹调方法，口感软糯，营养丰富。欧底发菜也叫恭喜发菜，距今又有100多年的历史，是山东淄博地区宴席的四大件之一，寓意吉祥如意。学做鲁菜，会吃鲁菜，我是孙光伟。